莴笋两根，去皮，切成圈，一片一片铺在篮子里，放在太阳底下晒。等晚上的时候把莴笋用盆子收起来，加盐搅拌下，然后在莴笋上面用比较重的东西压着，让它出水，出了很多水吧。接着压，第二天把莴笋里的水倒出来，加酱油、花生油搅拌下就能吃了，好脆呀。